笑好你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在彰化有一位87岁尤秀丹阿嬷，大家都叫她阿嬷啊。因为阿嬷伊逐天哦拢笑眯眯，看起来真古锥、够活泼。阿嬷这么健康的秘诀是啥物咧？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有装啊，一领做差不多30年啊。啊，我较早咧上班啊，啊正爱穿水衫。无啦，嘛咧上班的人，大家拢会要穿平水的，大家嘛要穿水的。这领还搁较久，差不多40年啊。我的洋装是拢有一条带啦。我一礼拜。穿拢无共款个衫，啊台嘛咧比赛啊是，我穿衫袂输人啦。我是拢毋是买真赞个布，但是吼，我做起来型，也是讲我穿安袂输人啦。我即块布就是20多年前去日本买啦，但是这今年才做。哦，那会拖遮久？啊，着衫伤济，通啊穿啊，啊着无想要做啊。啊，即摆想讲，啊无做来穿，无要当时啊穿，老啊嘛吼。我有去感觉教迄凡人做衫啦，啊，因拢甲叫讲总司令啊。我伫大日问咧，着讲起立安尼啦。啊，大家着拢爬起来讲总司令好安尼啦。啊，我想讲总司令是呾，伊讲你啦。伊着是讲我礼拜若自由会当去啦。无，因咧军了无随便安尼入去啊。水啦，加水啦，这个我加粉嘛，唔是，唔是，就是这个吧，对嘞。这乌藤馒头，乌藤养生馒头，我就爱学，食个老，有个老。卷成，我会炒面啊，切块。你敢是读日本册？啊！你国语哪会啊？阮细汉囝读册时，我着较闲啊，着解学啊。伊读一年，我嘛一年啊。差不多伊一年，我差不多幼稚园安尼啦。伊有老师咧教，我无嘛。变同班同学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学个啦，学个啦。哎，安尼学嘛是小可会晓呢。哎，嘿会晓。是啊。是。我们是小个。长青班真快乐呢，我先来做正副店啦。啊，才知有长青班啦！我上爱迄，甲咱做东做西迄啊，你自己做看看迄啊 ，DIY 啦。啊，困难就是袂晓毋晓学，困难就是老师咧甲咱教，但是阮遐囝会教鼓励啦。伊讲毋好买倒厝啦，我本来就真贤斗啊，真爱走啦。
是啊，较早诶，阮阿嬷有甲我讲啦，伊讲食老毛，想讲咱已经无路用啊啦，吼，就是爱出去。啊，伊讲一句俗语，就是甲我讲，在厝傲气动啦，在厝傲气气动傲起来已经无效对无？啊，出厝居难乡啦，出去就是人人拢会甲咱尊敬嘛。哎、欸，啊，同学啊，有同学真济吼，啊，大家，讲心内事啦，讲家庭事啦吼，啊，心肝会开啊，啊，咱心若欢喜，身体就健康嘞，对哇吼？啊，阮同学拢叫我阿妹，你无看，拢讲我上少岁，啊，老师都甲我叫讲十六岁阿妹，啊，无一日，啊，无一日叫我老大姐啊，啊，毋捌做阿妹啊。啊，食老再来做一个阿妹啊，咪，啊咧，嘛一生难忘哦，吼。啊，就真啊开朗啊，啊开朗就未破病啊，啊就欢喜啊。啊，欢喜，咱就想要做啥就来做啊，都真自由啦。身体若无好，就是无自由啦。所以咱就是爱顾身体，顾真好啦。啊，对囝嘛真好啦，囝免甲咱烦恼啊，对无吼？所以我无甲囝大。老大。这都本来就真好的朋友啊，啊，电力公司退休，啊，即卖伫厝静养身体啦，啊，做一寡小小运动安尼啦。啊，我本来教练是都有做运动啊。我差不多十二年啊，我拢讲这差不多十二年，这全身拢嘛有，全身拢有运动着啦。啊，较侪回来是本来嘛是拢有毛病，啊，毋过我着做这以来。感觉身体拢真好啦，啊，静坐就是咧收啊，无有诶，敢静会调45分诶。我是脚发炎吼，即脚无法度盘起，人因拢盘双脚，你看。要去做志工，伫遮；要去做莆田，伫遮小等着，因遮小等。阮阿细仔做个干呐？会用讲我嫁的时阵嘛，伊教我用，伊教我化妆，教我牵，拢是伊袂记得哩啊！我转来就来啦，转来就来找伊安尼都对。啊，伊嘛定定会敲电话向我。啊，伊要去日本，若是要去倒位，嘛拢会讲啦。啊，买日本啦，我看啊，敢买啥买啥，拢会敢买啦。日语足牛的，我看日本哪咧行走下。啊，老板够水吼。伊嘛有咧做啥啦？啊，就是搁有咧做啥同行的吼。较会接受，讲话较会下啦，较会接受啦，吼。
伊讲要拿我的功德金啦，啊，我去因家，啊，我讲阿叔你，阮就叫阿叔啊，阿叔你会当来读长青班安尼啦吼，啊，伊讲好哦好哦，啊，就全咧读咧，就调咧啊，继续啊，长青班了才才出来做福田。好啦，先做福田啦。你拿我做福田嘛是你招我的啊。哈哈哈！较有气。我较少年啊，较好气滴啊。啊，无我做过，我都拢甲放弃啊，所以我安尼，我暗时啊，我会困哩，嘿啊，足重要。袂啦，你要等我无？啊，有影哪囡仔嘞？招会哪囡仔嘞？根本我伫闲闲啊吼，伫厝闲闲，啊，都有伊个代志都罔做啊，对无？事实讲，这嘛是啊，真侪人来相共啦，无才这样看嘛。啊，其实是一人做一事啊，尔啦。咱咧七只行，我七只行，感觉讲。迄行人愈清，咱心情愈好，对啦。我少年时是足无闲啦，大家生十四个，啊囡仔我拢爱，啊煮饭食，煮面炒烟啦，啊我做工作足繁忙啦，足慢足慢安尼啦，所以做足久啦。啊，我阮大个啊，煞毋免来甲做，伊遐囡仔工课，咱嘛拢爱做洗衫啦吼，做衫啦。啊，煮饭啊，互因食，毋煞免。我来是一个十八岁啦，一个十七岁啦，一个十三岁啦，一个八岁，搁一个六岁，搁一个三岁。啊，搁我来两年，搁生一个呢。啊，搁有阿嬷，大家大官安尼，因哩，今日阮大家哩结婚着有十。无啦，我是毋捌做农夫啦。你算讲较早伫厝内底。啊，要嫁，想好命啦。所以咱一世人啊，做偌济工课，拢一定的啊。这车啊，嘿，知啊，这人都无爱，我就家捡来废物利用啊。啊，这我甲倒的啦。本来无这台啦，无这个啦。嗯，来对唔吼？对啊，啊，就是要让伊收的嘛。嗯，要来收。好好好。这阵，提一这间厝住偌济人？以前哦，以前十外个，啊，不过迄阵啊后边有一栋，不是干那安尼啦。啊，即马住几个啦？即马都五号呢，我即马，我一群人啊。命运，无法度。无啊，我妈来嫁，我都无爱嫁啊，无爱嫁，我就走去阿里山，伊家掠回来啊，走去遐住三个月，我讲哥哥因去啊，啊我妈
阮妈足甲发性地啊，我会惊，惊阮妈若生气，我若死要安怎安尼啦？啊，那我囡仔就会安尼乌白想啦，想讲，哎呀，我阮妈若准生气，啊，若气死，毋知要安怎？我就变做足不孝对无吼？我就顺讲，无我拢毋捌看到阮先生呢，我无看伊嘛，无看到我，啊，伊就是真刁滴吼，要看伊嘛咧带。哦，这里啊，嘿，给我先生。哦，真好啦，伊迄拢无啥物意见啦。你做啥，伊就袂甲你意见啥就对了，你好就好。那我咧生气，伊就走一边啊。我若咧生气，伊就走。伊就无爱甲我冤就对啦。啊，我若讲较大声，伊讲，哎呦，莫遐大声啦，较听下厝边隔壁听咧。我有当时啊，我喊伊袂啦，啊，伊就走。先生离开往生的时阵，你的心情会足孤单的无？哈，无要安怎？伊感情啊，但是我嘛是甲伊顾到正许啦。医生是甲我讲，你若较小心啊，甲顾咧，当活七八年啦。但是我甲伊顾到阁活十一年呢，嘛尽量嘛吼，安尼啊，死了应该嘛无遗憾啦，无要安怎？遐囡仔，大家拢乖乖啊。倒来食吼，遮空气较好啊，遐台北个空气较歹啊。我都已经退休啊，我伫遐上班就退休啊，就拢倒来食。阮头家迄阵啊嘛有甲我倒来呢，伊嘛倒来食过身个。啊，一个人住会惊袂？袂啦，要惊啥？啊，无啥，咱若无做啥歹代志，也袂安怎。我迄阵仔，阮头家出山了的时候，我无要去啊。阮大汉新妇伊就叫我去，我讲袂，我袂去，我伫厝。伊讲甲我规划，哭到讲甲我规划，我怎啊改去？我讲好，我带你去。我去见两个，我讲我来等。住伫遐，倒啊先啊，住伫遮，啊空气较好啊。啊，其实是回来时嘛是真孤单啦，确实讲。啊，不过我嘛替遐囡仔想啦，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嘛，吼。这款代志，我嘛是无能为力，你知道无？吼，因为伊家己大，阮尽管不放心啦，但是问题就是捌去，伊捌去外彰化遐。哦，如果说今天下午去，明天早上他的包袱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叫他回到这里来，应该算是最适当的地方。他在那边，他说除了看电视以外啦。好像也没有地方可以去。身体方面倒还好啦，但有些哈，因为我们三兄弟哈，可能是属于我比较会练他的。哦，他如果哈，他如果有一些去买什么东西，但有些东西都不敢让我知道。其实日常生活都没有什么问题，最怕的就是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会跌倒。哦，就是这样子而已啦，啊，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因为他其实蛮难得才会到台北去，那我们是希望他在那边多待一点，不过那边他的朋友也不多，所以他会住得不习惯。他每次的结果说他的花要去照顾了，他的菜要去照顾了，大概都是这些理由。哎呀，这都每一档拢我整，我每一档都拿。
起来，搁拍板。有对啊。哇！你要看哪个拢遐细粒啊？遮是空气较好啊，还是住台北较热啦？拢好啦。一个人住哦，是有当时啊，感觉较无伴，啊，毋过真自由啦。自由。啊，无伴的时阵要安怎？感觉无伴的时阵。开电视来看，去客厅来看。大部分我会看册啦，我就娶新妇，我就毋捌搁做新妇做啦，我拢家己做。嗯，啊，少年人发少年人的生活，啊，咱的生活，啊，何必着安尼？少年人嘛，喜欢啊，较喜欢安尼啦。我来再来，啊，那比较较袂摩擦啦。我倒个永远拢会摩擦地呢，敢袂？大家圆满就好啊，是无？啊，无作伴啦，伊嘛无，咱嘛无。咱若家己嘛圆满，事实嘛，事实有当时啊，伊会想讲安尼会烦恼啊，啊，毋过咱也无互伊烦恼啊。这是伊拢伊个衫个形体啊，是无？这是遮啦，这领就是遮。啊，这做法啦，安怎做安尼啊？啊，这是裤，裤个做法啦。你讲穿哩，倒位啊无拄好穿，伊拢有啊。真太早了呢。啊！你无叫哦？哪无叫？阿妈。妈。小妈，你叫我做哦。我吼，做，你叫我做啊，你要做就忘记了。真假哦？我吼，阿妈，哎呦，听唔听？真喊你大呀！啊，你系啊，多哦，哎呦，啊，这阿婆哦。阿妈家己一个人住，有当时啊，嘛会感觉孤单。为着让囡仔放心，阿妈会去参加长青班，甲大家做伙，凡事拢简单平安。自然就圆满了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啊，这是阮查囝做平埔，平埔的，这济拢是。我大概不会讲得这么难听了，会比较婉转一点。好啦，我讲过。伊讲妈妈，你无爱原来啊啦，啊我讲无，哪会无爱？伊讲。不要紧啦，无恁囝若去开人百货，你嘛无要紧，哎呀，哎呀，那去，我过年拢嘛是一年去一位，拢嘛有去。过年就带到因开工，我才有转来啊，哪会无？啊，咱毋是有去。